玉里镇金雀堂邯郸爷协会举办第七届的炮炸邯郸迎财神文化祭，将在7月7号举办平安绕境活动，以及7月8号在各定点炮炸肉身邯郸。而这届也有女邯郸上场来体验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炮炸邯郸迎财神文化祭。 玉里镇金雀堂邯郸爷协会举办第七届的炮炸邯郸迎财神文化祭，将会在7月7号平安绕境活动，喜爱体验炮炸民众在7月8号各定点炮炸肉身邯郸。第七届也有女邯郸上场体验。第七届炮炸邯郸活动是为了祈求家人还有玉里人身体都平安健康。 为了要祈求，就是家人平安，然后自己重大成这样。对，炮炸邯郸是台湾著名传统习俗活动，意涵来自于用炮炸方式，由神明替人类承担苦痛，以祈求家庭事业都美满安康，也因此总是吸引热情信众共享盛举。这一次办这个邯郸也特别有意义啊，很多外地的宫庙啊，为了玉里的观光。 还有我们这里的镇上的一些促进消费，啊，非常多的外地啊，像台中、台北啊、北中南的各地的镇头都有来参与啊，啊，也希望说这一次能借着这个庙会的活动来。 促进我们玉里镇的观光。玉里金雀堂堂主表示，炸邯郸是一项特殊民俗文化，主要代表是迎财神、除奸罚恶以及赶运，欢迎各界十方大德莅临玉里镇共襄盛举，炮炸邯郸的震撼威力，也可以享用玉里美食，欣赏玉里人情文化亮丽美景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